一起来找两三位弟兄姐妹，跟他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荣耀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哈利路亚！这里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地山倒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更有信心来宣告，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哈利路亚！一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哈利路亚！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心中心的爱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平安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从头再唱。你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我要向你唱新歌，更大声的来唱。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将掌声送上，荣耀归给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安静的坐下。耶稣愛します愛します心注ぎただあなただけ下着もてめますイエス愛します
愛します心注ぎただあなただけ下着求めます溢れる溢れるあなたを慕う想い御そばに息寄せて強下着もてめます。求你
呼吸。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
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起来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这口中勇敢站立，旨意成就这地。降临，高举起来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这地。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起来到双手，这世代唯独耶稣是我们世代的盼望。我们呼求主，呼求阿爸父，
把怜悯的心肠好像高天的阳光照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不好？我们就开口呼求，我们呼求这世代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爱来医治那个撕裂的伤口，要医治许多我们破裂的关系，很多我们贫穷的下一代。我们恳求上帝他怜悯我们，扶持我们，在回应我们的祷告，主降临在这个地方，愿他的国降临，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这片土地，好不好？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这时候就来呼求主的名，我们呼求神的爱，呼求神的爱，呼求神的怜悯来成就他的工作，特别在我们心中想到的需要里面，我们求神这时候来降临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祷告你，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主啊我们呼求你，这是我们开口呼求你，主啊使得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开口来呼求，我们呼求代表我们的世代，代表我们的百姓，我们来呼求神更多的高抹在我们当中，更多的释放他的能力，释放他的智慧，释放他的恩典在我们这片土地里面。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认识你，更多百姓更多需要认识你，我们更多需要经历你信实，经历到你在我们当中成就。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特别在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为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感受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光景，好像有一段时间你觉得乌云笼罩，在信仰里面没有太多的感觉到经历到神的真实。像有一段时间疲乏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神特别要来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还要向我们显现，好像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本来垂头丧气，但是因着他们辨认是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在跟他们说话，与他们相交，主向他们忽然的显现，他们心中就火热起来，整个人不再一样，他们充满着热情，充满着使命，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不论走到哪里，在那个地方就做见证，就做主耶稣的见证。若是你说这真是我的光景，我渴望有一段时间的好像这样的感觉到无助，觉得有一点在信仰中的沉闷，你说主啊，求你来搅动我的心，让我更深的经历到你，把一把火放在我的心中，让我对你有更深的热切，竭力追求认识你，奔跑你的道路。你可以把手放在心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按着名字认识我们每一位，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看见我们这一颗心，我们渴慕要更多认识你，要被你的灵充满，更多火热在信仰当中可以为你做见证。主啊，愿你浇灌在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心举起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更深的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你的道路上奔跑，因着我们深深的认识你的爱，我们奔跑有力量，我们凭着信心，主啊释放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看见主你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继续的按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在你里面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经历到你奇妙荣耀的作为，超过过去的日子，主啊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的名超过过去认识你的日子，谢谢你让我们的整个教会也能够在 这一片土地把你的福音高举起来，使很多人来认识你的名超过过去的年日，谢谢主，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你，好不好？最后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再次的来唱这首副歌，这时代
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高举起，带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最后我们呼喊七声耶稣，我们把为这个世代，我们就来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呼喊七声耶稣之后，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一二三，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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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唯独你是救主，唯独你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们，唯独你的名配得一切尊荣、权柄、爱戴、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